测评现在超级火的胡辣鸡爪，我也是看他们吃了一个馋坏了，特别想尝尝胡辣鸡爪到底什么味儿。这样一罐，其实打开你闻就是辣椒糊了的那个味道。其实我想尝试这个，这是桔梗，他们现在也叫菜根，其实就是看瓦味就叫菜根嘛，他们也叫，其实这是桔梗，它不叫菜根。桔梗就是，桔梗本身没什么味道，然后有点咸味，有点糊的辣椒的味儿。这是胡辣鸡爪，这鸡爪口感挺好，然后它就是卤的鸡爪，然后拌上这个胡辣椒。其实你大概能想象出来，就是辣椒糊了的那个味道，然后有点辣味儿。反正有的人挺喜欢吃的，我其实吧也不难吃，但是我吃完这一次应该不会再买了。就是没有好吃到让我说买完这一次还想吃，没有那种感觉，但不难吃。拜拜。